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同事，上午好，欢迎出席本次媒体垂询会。那么此次媒体垂询会在介绍调查报告之前，先请大家观看视频。假如先冰交会说话。菲律宾船舶活动的区域啊，这里的照礁式珊瑚覆盖率啊，明显是低于这个先冰交其他海域的。然后它这里还分布了有较多的死亡珊瑚，大量的那个死亡的那个珊瑚碎屑。覆盖率呢也是24.7%，最高也到了51.3%。这个也是跟主要的世界主要的这种世界珊瑚礁的主要分布区相比啊，它也是属于一个较高的一个水平。